等不及要出去了。 知道科多白俄为什么这么有名吗？过来，这里有埋伏。 走吧！
准备好攻击！
你赢了。要下山了。我证明自己的能力了，快点回答我。冰霜之寒，
要下山了。我有个想法。我的手牌太多了。行动的时候到了。过来，这里有埋伏。我的商品最划算。要下山了。想知道科多班恩为什么这么有名吗？我们渴望复仇。在这座山谷里，你最好注意点。科考尔，进攻！你不能拿走我的大脚，我的商品最划算。
快没有牌了。我没有牌了。下山了，德雷克塔尔，我来了。那个手下才能攻击。道路只为有资格的人而开。在这座山谷里，你最好注意点。
还！快回到大会！哼，打偏了！魔晶够大家分。方向，我的手牌太多了。你真好心。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这个方向，我的手牌太多了，我的手牌太多了。你打起架来像雷毛的人一样。
道路只为有资格的人而。你打败我了。